教大家做一个开背夹馅大虾。这是我提前先腌好的，就是用酒，就用白酒最好的，杀完菌的。然后接下来告诉大家怎么开背。教大家开背，这样用剪刀，就是大点开着，别开太小了，太小了夹不进去馅儿，一定要得它大点开。开成这样，然后这里边有虾线，虾线，然后用水一清洗就可以了，就这样，开成这样就可以。再教大家开一个，这样。准备圆葱，还有青红辣椒和蒜就行。一会儿咱们给它切成末。配料，这是清水，就是那种烧开的白开水。啊，酱油。蚝油。这是陈醋，还有味精。辣根儿。我用的是这个拉蒜神器，拉出来就是这样式的，省事儿。开始夹馅儿，就往这里边夹馅儿就行。然后就这样，装在一个罐子里边，放把那汤倒进去就可以了，密封6个小时就好了，放在冰箱里边。